下礼拜就是中秋节，嘉义市议员庄丰安的服务处，阁有老厝社区发展协会关怀弱势团体，日前是特别在嘉义市西区的二十八国家纪念公园见面，来举办着关怀弱势中秋行马联欢晚会，来自弱势团体有一千多的人做伙来欢乐佳节，场面十分的温馨。非常重视弱势团体市议员曾宏安，感念中秋佳节，要让弱势团体感受到社会关怀温暖，办理行马联欢活动，让弱势团体甲低收入户家庭，伫中秋节会当有欢乐节庆，并且有合家团圆的和乐气氛，也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欢乐，进而增进各团体联谊以及增进人甲人之间的情感。活动现场也阁有亲子游戏区、舞台表演。以及新鲜五十只的龙虾抽奖大放送，为联欢晚会带来高调的仪形节目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咱总共吼有112块桌，吼啊参加吼甲表演的拢是咱一挂弱势的团体，吼啊这个意思就是要让大家吼，拢来关怀咱的弱势，吼啊嘛，让人知影讲咱这28国家公园吼伫对，啊希望吼在咱西区吼会发展，卖咱更加好。曾宏安表示，这次活动特别向嘉义市老马协会订了1200粒的两人数，赠送给现场的民众。今仔日项目特别的温馨，会当讲弱势协会成员拢够齐，如此大规模的关怀，可参加者特别有感受。中秋节吼，感谢小胖议员，和阮大家做伙，大家项目。谢谢。市议员曾宏安精通人口，来自行政院分界南副执行长徐文志，嘉义市市长涂新铁、副市长张惠朴、嘉义兴善团理事长蔡万华，也阁有议员同仁前来关怀弱势。啊，咱看到吼，咱庄丰安庄议员，伊伫咱老区社区二十八公园来举办着咱千人的这个吼烤肉的活动，关怀弱势。嘛邀请真济咱的弱势朋友、弱势家庭来共同来感受到咱社会对因的关怀甲温暖。我个人非常的表示上大的敬意。是庄丰安议员吼办的这个中秋节烤肉的这个活动，你看哦，在座吼伫咱老厝里的足侪乡亲，啊，佮足侪弱势族群哦，拢有敢请来。所以大家只要享受一个快乐的夜晚，啊，市长伫遮利用这个机会嘛，祝所有参加的人，无参加的所有市民朋友，大家中秋节快乐哈！啊，中秋节烤肉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活动，会当联谊感情。但是吼，嘛唔通食伤济哦，吼，这行的物啊吼，对健康也是要有一点哎，享受加济一点，安尼就好啊哈！那也希望趁这机会，请大家。把握最后的机会，也去做健康检查。我到10月30号还可以再做健康检查哈。嘉义市议员曾宏安感谢众多协助单位的赞助，希望让大家关怀的弱势团体有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协助。最新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